爱是你给的温热，我是爱你的石头，顽固的等候，等不到结果，幸福太脆弱，你的温热太沉重，我的爱睡成了石头。我回来了，不是你想成这样。可是你们刚刚两个嘴已经就你们爸，这一步说话，这一步说，对不起。怎么回事啊？你个总经理怎么了？这是个意外，我刚刚是想要拿一个枕头，然后呢就，那不小心就跌倒就这样了。真的就这样吗？你们怎么会提早回来啊？担心你一个人在家里会孤单寂寞，所以我就赶回来陪你呀。那嘛呢？他在巷口买东西啊，你马上就回来。你跟他，你给我扯到哪里去了？总经理他怎么会跑到我们家来？他的钥匙掉了，家里又没有人，我想说让他来我们家住一晚嘛。哎呀，钥匙掉了，说也来住一晚，什么话？如果我没有回来的话，你们孤男寡女，你说那个。